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没穿外套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 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找到你啊。不是，你不懂。我现在反而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你是唯一听我说这些话的人。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。 没有，我只是想要跟当……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办法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要哭了。 Yeah.